点球直接来，听我的，禁区内转过身来，这次很危险，往中间端，门将拖了一下再打，球进了，但是裁判示意这个球犯规，哎，这球进球有效，这是华侨的26号杨，你好，好阳光。看到了右路的队友，请他扛一下，跑进来，有机会，横传打门，出界了！哇，这是零秒吗？又是零秒，又是临危救主，零秒在上一场比赛是打进了反超的进球，这场比赛零秒为球队打进了扳平的进球，给本届做主，中间的队友传过来，准备和林奇。一对一打门，球进，球打得很弱，再打球进了，球进了，这是陈佩红，显然第一脚郭振奇的打门是打在了对方的门柱，这个做的不错，然后这球跑了下来，横向传球，远端起高，没有机会，再传进来，有机会打门，球进了。球门，场上比分变成了3-1。会有陈洛龙，陈洛龙一对一抹了进来，往远端瞧，有机会，郭振奇打门，4-1，哇！郭振奇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，帮助球队将比分的领先优势扩大到3球，精彩，太精彩了！这个球是陈洛龙在左路完成了突破，然后一次非常漂亮的传球，找到了远端无人防守的郭振奇，郭振奇这球选择了一次平冲，球控得很出色，将球抽进了对方的球门。